改成渡边新吗？啊，骷髅你没有改名，你后面没有改。晚安，谢谢浩浩的 kiss 嘟嘟。今天这么准时吗？对啊，今天有提早待命。你们晚安，好久不见。改了会被更新骂吧？好吧，那就好吧，没关系，反正杰森的心叫我做。哇，晚安日风，大家晚安，谢谢マジですか。啊，マジですか。其实我觉得画得很可爱啊，哎，是吧？他哥晚安，等一下。在哪里？对啊，我觉得很可爱耶！哇，涛哥晚安，谢谢涛哥的红包，一进来就见红哎，怎么办？晚安，有我有抢到，哈哈哈哈！谢谢玉峰的捕梦网，还有玉峰的。玉峰是一直在送捕梦网吗？为什么？谢谢玉峰的水晶鞋。晚安，大家晚安。谢谢阿豪哥，好久不见啊！阿豪哥，我看到那个柚子卡的丹丘比的那个圣诞纹了，好恐怖！我真的觉得好恐怖。他下晚安 ，Lucky 晚安，七爷晚安。谢谢骷髅，谢谢谢谢孙七七，谢谢マジですか，欢迎光临，谢谢七哦，晚安不好。晚安，原谅了，晚安萨哥，晚安。哎，萨哥，所以现在萨哥改叫萨哥了吗？不用之前的名字了。对，这首是中二，可是这好像不是第一季的，对不对？晚安，草莓酱晚安。阿豪哥，对，就是我真的没有看到阿豪哥的那个贴文，所以我不知道。我一开始上一次阿豪哥进来，阿春晚安，我真的吓一跳，而且我后来发现连衣服红色的，然后蝴蝶结是那个粉红色的，都一模一样，哎，超恐怖的。晚安吃巴萨，晚安老沙，晚安小栗子。没改名就被抓包，但是改了妹妹有没有发现？有啊，酱油通心面，但感觉去觉醒塔的时候就会改回来了。晚安，今天难得的准时来了。对啊，草草今天怎么有空？而且草草刚刚因为我六点多就标我了，对不对？晚安安，对，这是中二病的 OP 哦。今天一样很粗，觉得可爱就好，因为有人觉得我画很崩。不会吧，画风本来就不太一样啊。而且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 Magic 是设计系的。老张频道晚安，谢谢你的蓝色英文棒。令哥欢迎光临。哪里走？妹妹喜欢叫什么就叫什么，只是不想要其他主播叫你本名。好吧，那没关系，我就叫你萨格。我要习惯你叫萨格。突然很不习惯，我之前看到你我还认不出是谁。我专门设计面面的吗？啊，桃花哥，谢谢你的炼金，这什么？伊诺里晚安。哎，炼金蜜啊，我觉得超有趣的。浪 life 现在有一个活动叫那个什么“浪之炼金术师”吗？让我想起了“钢之炼金术师”。晚安，晚安，丽娜。谢谢丽娜齐送的蓝色英文棒，谢谢老沙的英文棒。晚上好，棒酱。手手转起来。应援棒吗？恭喜桃花哥一直在中奖。小六晚安，谢谢玉峰的玫瑰。大哥哥
哥哥，晚安 MK。 谢谢他哥送了好多炼金米哦。维尼小晴晚安，亚麻路不晚安，怎么 QQ 了？怕爆！昨天面面跟杰星的照片超棒的，很多人说我把杰星拍的不像杰星耶，有吗？我觉得那张很可爱啊。查查真有心，这该鼓励吗？当然啊，超级棒，超级棒的查查。七七的项链晚安，国风的晚安，棒法杰星啊，有啊，有绑起来。有人打了大哥哥，所以我念了。杰星的刘海很面面吗？真的吗？可是那天是那个造型师弄的造型，我们穿的是这一次的深血的衣服哦。晚安，只是路过的，你心都不可以路过，不要怕爆，留下。你的那个什么？你的前两盒还在等你呢。啊，谢谢 MK 的野外采集，获得了水炼金素材。为什么让麦弗打炼金素材是减字啊？谢谢 MK。我怀疑面面有喂杰星吃可爱，没有，杰星本来就是吃可爱长大的，只是你们没有发现而已的。不是说好不提大哥哥的吗？麦子的 scamming 就是你先提的啊。送我玩。巴吉德斯卡，谢谢你的捕梦王，帮你补起来，哼！我今天找理由请，不，我按到空白键，请晚自习看直播，不可以这样啦，可是查查之后，我刚刚没有加号，你看他翘起来了，好吧，就让他翘吧，翘得潇洒，很符合我的个性的头发呢。果然是我的头发。那查查之后还要继续考试吗？晚安晚安。不是你提的，不是啦，我不是说下面打大哥哥的是你，我是说之前做梗图的。不要等于等于嘛，好熟悉的歌。是啊是啊，你猜这首是什么？可爱等于豆皮，他如果从小吃豆皮的话，应该会呛得不得了吧。不是吃太多面面吗？对啊，100倍糖的面。高桥松人，柯基他只有唱歌才可爱吗？今天的头毛吗？今天的头毛是生日双公主辫，然后往内绕吧，这应该叫什么？叮当，我现在在找一个找法式可以插两边。东北王，好久不见，可以插两边的话，会不会太古风啊？品涵每天都吃面，面面会痛吗？没关系，那个我可以接受的，因为品涵很可爱，所以怎么吃都可以。我就说面面一开始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什么啊？吃土哥加油！吃土哥是下个礼拜考试吗？还是这个礼拜？谢谢流星，晚安。啊，晚安晚安。对啦，肥蛋雅莉亚，晚安晚安。嗨，乐婷是吗？乐婷来了吗？来客晚安。其实看到面面还活着蛮开心的，以为会被他喷吐掉。那个啊，我想想啊，就不好说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那天结束的时候，阿潘非常开心的说：“面，干嘛？”我们天亮和胖见。好，那个对，是说天空竞技场拆挺久的了，还好他已经不在了。吃土哥晚安啊，不是晚安，吃土哥谢谢，谢谢你的炼金秘药。阿森早安，嘿磊中学友，我是阿森 Cookie， 欢迎来到我的 Studio。对不起，什么？对啊。谢谢小六，不，谢谢查查，辛辛苦苦苦苦苦苦辛苦辛苦辛苦。辛苦辛苦辛苦
录，超级无敌感动的，请假来看我了。可是，记得晚自习的饭还是要补回去哦。杰心帮阿胖阿爬吗？我知道，那一段我觉得可以。谢谢骷髅。阿神哈哈哈哈哈！这个阿神知道我说的阿神是什么吗？博汉晚安，苏玉晚安，好久不见。差点变基隆港消波块的面面，我很喜欢嘞，消波块。昨天给朋友看了一下我写给你新的草稿，请尽情期待。是，我会期待的，谢谢三七七。等你哦。进来都没发现，只有丢礼物才发现，因为留言刷的比较快啊，丢礼物才会亮名字嘛。所以下次进来就开始丢，我就一定会第一眼发现你了。谢谢流星，流星晚安。他不会看到啦。骷髅说了什么？查查真的面一开始真的没看到。看到什么？草莓酱晚安。没关系了，不要哭哭。那个，今天本台是截取正能量台，中不中听起来很熟悉呢。我也觉得，这不是我们以前的梗吗？欢乐一百点，晚安。有看到自画像吗？有。我记得我还有拍下来。谢谢亮光晚安，玉峰晚安。谢谢啊，弗雷德，是吧？我没有念错。Freddy 啦，啊 ，Freddy， Freddy 晚安。这台真活泼，不是设计，设计是高中啊。那么姐姐是高，现在是读什么？这台真活泼，没有啊，今天已经还不算活泼了耶。阿神第一次来看我吗？那我可以当你的，我可以当你的阿谦吗？Freddy 为什么要走了？对不起 ，Freddy， 我发泄完了，我罚念完了，没有，之前中部重视我们有一次直播的梗，天天不小心看到有点负面的状态，有吗？生气气有很负面过吗？不是一直都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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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热爱告白的生气气吗？你的话是阿庞家外面的北部种，那个基本上，我觉得田寮河应该是不需要种啦，是吧？应该还不需要吧？不一定，不要种，卖种。Please don't go。我有没有跟你们面面下礼拜开几天啊？我现在都是礼拜三跟礼拜六，不是这个啦。礼拜六，子瑜晚安。阿谦有女友了，可惜。可是，我是说我是阿谦啊，又不是说阿谦女友，对不对？那我想想哦，阿神最近还有跟谁合作？美心。我刚刚讲什么啊？谢谢大哥。好，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。我不知道我分享过，你们知道我有一次考，初级，他一直跑飞出去了。好了，没关系，相信你们不介意的。每次都这样，就是我在考初级那个初级英检的时候，不是有口说吗？然后那一次我应该没有跟你们分享过，因为我觉得这很尴尬。恭迎慈顾观音，灵显四方。然后呢？按不到那个，按到了。就是有一个题目，那一次的，因为大家口说的时候都是坐在一起嘛，一个大教室，然后大家的声音其实耳机没办法完全罩住，你会听得到别人，
就会听到别人很大声的讲话，但你可能听不到别人回答什么，而且你真的认真去听人家回答，你就没时间回答了。可是会很紧张，因为你就想说，哎，我都还没有开口，别人怎么这么六六六六六的就已经回答完了。然后那一次啊，我拿到了，就是那个题目，就是他问我说，你现在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，可是他要搬家了，而且搬到很远的地方，你们有可能不会再见面了，那你想跟他说什么？然后我当下就想说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一定要讲的就是很感动很感人肺腑，就是说啊天啊，我一定会很想你的，我们有机会一定会再见的，就是距离这么远也没办法阻止我们的友谊。可是你知道，因为大家都一直讲话，而且我旁边是一个男生，然后他讲话语速很快又很大声，我听不到他内容是什么，但是真的很大声，然后就我就很慌，然后就咔咔咔咔咔，怎么办，我没时间了，我就喊了一句Please don't go. 对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有人腻我，对，不，跟我走，不可以，流星不可以沉水。你要，如果真的都没有读到你讲话的话，那就用礼物打我吧。对不起。Please don't go. Don't go. 100分，英姐要讲这么难的题目吗？就是那，可是其实也才初检呢，语速很快很大声。没有，我在考试的时候就是个小尿尿。马丹呢？叫你 goodbye。我要很开心的说拜，没有，就是很紧张，你知道。然后而且人家说英检，就是至少他可能不会抽到你，但也会看你有没有音频有波动。我想说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一定要讲话。然后我想了很久，就想说怎么办，只好真情流露了。希望考官有被我，其实考官当下应该有听到，不知道他有什么反应，我还蛮大声的。为什么不会？晚安，谢谢骷髅，我的 Insta， Insta， 我是不是应该把 Insta 放上？阿盘上升 ，Please don't go 吗？潜水仔在这，对吗？你看来客都潜水。Lily 晚安，不可以潜水。下一句 Kill so big。散弹吗？什么晚安，谢谢帕帕520，但是我没有眼睛夜障重，这次应该是耳朵的问题。谢谢妮心哦，为什么是帕帕43呢？阿华晚安，莫诶莫诶 Jeffrey 晚安。多益是我的噩梦，之前因为多益没跟到首播，所以查查这就考多益了吗？没有跟到首播，我的吗？那多久了？有点久哎。你的板子怎么又进化了？其实它没有进化，阿华，你是不是很久没有认真看？亚麻鲁普，谢谢亚麻鲁普的 Rose， 耶嘿 ，Rose。我是你的那个，我忘记男主角叫什么名字了耶。I'm the king of the world， 好久不见，是增加吗？耶、yeah, ，增加耶，爱友的 ，Boom 级，好久不见，为什么变面包啊？因为面面都不喜欢阿华了，没有不喜欢啊，我们家炒面呢。哦，现在42公斤吗？女人的体重是不可以这样子的。今天把 ID 挡了，改了不当滴滴了。可是你在我的台升温，至少加个酱油上去，快点快点，现在去加，推去加。前一个平台的直播，睡过头吗？瑞婷一进来就报科技体重，我没有看到哎。怎么？怎么办？我没有看到。快快快！
告诉我，告诉我柯基现在的体重是什么？是报加一王的，那是报42嘛？今天开到几点？今天开到10点哦。车车晚安，好久不见，酱油加起来。那已经很久了，还在前一个平台的时候哦，所以很车车很早就是考多艺了耶。阿基拉晚安。晚安洛莉，哪有浓眉骗人，浓眉跟阿华都是滴滴好不好，不可以乱按，你们都是滴滴。 QO 果汁真的吗？超好喝的，晚安。原来是说加一碗，所以加一碗是自己爆的吗？搞得想吃面了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、そばのそばです。大家好，我是那个荞麦的荞麦的荞麦面店的老板，我是店长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荞麦面店。本店酱汁一律加糖，请问你要全糖、半糖还是两倍糖？耶，收到。大家好，我是 AKB48TTT 的研究生蔡雅恩。晚安，两倍糖。两倍糖啊，不要什么不要，可以加雅恩吗？你说哪里加雅恩？你说不加糖加雅恩吗？可是雅恩的糖可能就不能用倍数来形容咯，爆表无限。我是东北角推，东北角基隆吗？基隆全推吗？基隆组，基隆组分享他纪念母哥啊，那个我知道，他说他是修翠娜吗？修翠娜啊，面面铁达尼号的男子 Jack 对吗？ Rose Please don't go。 Ted 晚安，谢谢你的枫叶。路人甲晚安，好久不见，你又来了耶。我高二就考了，真的吗？金融组是西西，那个是粉丝啊。我说我们团员的金融组，雅恩比陈唐超标好几倍。嘿，是的。收盐应该念修脆暖吗？修哦，修暖，修暖的变。我知，那个变的干嘛？项链。金融组，流星也是金融组。团员是不是三个基隆组？应该说出生地在基隆的是两个，但常在基隆出现的应该是三个。哦，咸，啊咸，收咸，收脆暖，收暖。我第一本来就无认懂啊，我会当唱歌，但是我袂晓讲。啊，但是我会，我。感觉我的台语就标准诶，大概啦。改名被抓到，直接 GG 小栗子吗？金蕉好食，嘉义组对耶，哎、欸，好像嘉义除了萨哥以外，好像粉丝还有几个是嘉义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台语好。无认同，但是我会晓讲。Freddy 帮我，Freddy 特别改成 Freddy 了耶，因为我的片假名出了点问题。朱莉安晚安，没关系。啊，谢谢流星，我会努力的，就是下一次会好好的守护你们，支持我的心情，然后一起努力吧。嗯，就这一次没有保护好你们。下次我会努力在战场上，不会再像这次一样铩羽而归了。雅恩从以前就这么嗨吗？当然了，我所会有来吗？有来问我吗？谢谢小六，谢谢小六。没有，本来就是我，是我要保护你们，怎么会是你们来保护我嘞？我才是在战场上杀敌的那个。我的职业是那个，
我应该是拿盾的，我应该要冲锋陷阵好吗？我你们是祭司哎，你们是祭司，是不是阿水下次要来找我？一定要来啊！谢谢 MK 的为我守候，谢谢班长的枫叶，谢谢企鹅的真情告白，谢谢小六的舞台公演啊！看到舞台公演就好想要上舞台哦。嘿嘿，我看到。不是家里人也可以来推，职业是调查局局长。你说我吗？谢谢土巴萨，谢谢小一的捕梦网。我没晓讲话，但是我真实在。哦，我没晓讲话，但是我真实在。是吗？梅子，天生丽质，那我就是命面的永恒。帮布，我还大法师嘞，盾坦，对啦，我是坦嘛，可是坦的血量要很多哎、欸，那个，而且坦克就很需要大家来帮我撒泼一下，所以大家要加油哦，我会继续坦下去的。虽然我平常都是玩法师或者是祭司，难怪弹起来有点弱，掉血掉到差点死翘翘。不过没关系，你看我祭司有这么多，我觉得比较像射手吗？可是基本上射手血也薄哎、欸。我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已经感受到了，基本上从你请假在这里居然准时到了，然后没有晚自习这件事，我就知道真的是太爱叉叉了，辛苦了。然后下次我手绘也不会让你们失望的，就是可能因为这一次还是没有成功站上选拔位的关系，所以见面的机会还是会少一点，但我绝对不会浪费我们每一次见面的机会，所以你们也不可以浪费哦。只要能见到我的话就要来哦，我会很努力的回报你们的，知道吗？谢谢神话。有啊，我没有看到那段英文，谁跳掉了？哦哦，看到了。OK, I'm the best. I know. Thank you. I love you too. 专门来偷心的吗？躲在后面射人，哎，可是也要射得很准啊，射手射起来很痛哎。你在我就去啊，真的吗 ？Lingo 就会来吗？下次我手绘也来找我。好，两光我等你，我会记得哦。骷髅，下一次也要一直来哦。下一次一定就是 Santa 了，什么啊 ？Santa， 是大家都很想很想努力的目标呢。晚安，坤坤。好啊，你们也要努力，你们也要努力。那个，基本上祭司啊非常重要嘛，毕竟整个团里面出去打本，不会带太多补血的职业，所以呢。在你们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support 咯。森塔好吃吗？森塔应该蛮好吃的吧。不知道森塔多贵，哪一家店有卖啊？ TTP 有吗？夏一晚安，海海晚安。我喜欢森塔克劳斯，原谅我的见识浅薄。村子的坦克，谁呢？没错，毕竟我们是一个团体。你每次讲话我都听不到，其实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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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没有实体团，这个我也不知道啊。关于我手绘的事情的话，可能就要麻烦大家问问公司咯。但是，我们都超希望有货手绘的，因为这样才可以见到你们嘛。
凹什么凹？因为没有刚刚被吐槽音乐太大声了，是狗叫吗？不，其实我学猫叫比较会。地之王晚安，子空子空，哎，海狗，海狗是这样叫吗？听过哦，那我会去听的。谁家的猫在叫？Hello 宇宙，谢谢。好像哦，我家猫抬头看我，哎，真的吗？小六的猫，我要跟小六的猫讲话。我所会是面面的场啊，那包奖要多来几次，包奖不能只来一次，要一直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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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来。不只想要握手会，还有演唱会啊！虽然四月二十，其实我们 TTP 也有参加那个 Band 的演唱会，就是那个的演唱会。对，念喵，跟雨喵吗？我可以跟雨喵啊！我要怎么蹭它？我蹭不到他，只有他在蹭我。被点名，好，就听你的。你们，属于商业机密。耶，你们去参加就知道啦。谢谢 Lingo， 下次握手会也要来哦。要来握我。有没有发现本台会一直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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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舌头？会公布出场成员吗？我觉得应该不会。可是时间近一点的话，应该会啦。这个就要问公司了。Hello， 演员晚安。一定要吗？阿神不来吗？我还会唱欲言又止的歌哦，我可以唱给你听。最后烤肉。不知道啊，你不要偷我们大舌头哦。没有大舌头是大，这种大舌头是品涵。可是我会挑针哎。看到图片了，什么图片？哦对了，这是结巴。叔叔，你爱我？子空，没有，今天算是就在聊天吧。晚安。握手会一定是真的吗？艾乐克，那我等你哦。相信有一天一定会看见面面站在舞台上，最重要成为最闪亮的一颗星。我就算没有站在正中央，也是最闪亮的一颗星哦。大猩猩的那种，跟动物园那种不一样。原来是姐姐面的部分吗？没有，那个，本人虽然已经年纪不小，但我是不会承认我是姐姐的。什么大猩猩？我是舞台上的大猩猩。哇啊！他的歌我收到了，但是呢，基于企划这方面，就要好好构思一下。所以让我再想想吧。我会努力的，我会努力做出你会满意的企划。大猩猩属性的偶像，站在舞台上很亮眼啊，是不是？星星再亮下去就跟太阳一样亮了，跟晴天吗？没关系，我是在晴天也会闪烁的星星，然后是在黑夜里也会照耀你们的太阳。去握手可以指定呀，可是要签，会聊什么呢？可是当天的妆感可能不适合雅倩，是不是？难道你要成为我的许仙吗？夜空中最亮的星，我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星的那种。雅倩会离地飘出来。
性宁采臣。啊！不要再提宁采臣跟许仙，他对我们来说都一样，永远都一样。另派是采臣啦。是，不好意思，蚯蚓，对不起，蚯蚓，对不起。采臣，我刚出口的时候还转了一下，哎，是许仙还是宁采臣啊？想了想，好像是许仙吧。对啊，我上次提白蛇，然后提白蛇的时候说你宁采臣，然后这次提小倩，这个时候我居然又想了想许仙，好吧，看来他们对我来说都一样。所以我的雅倩的设定大概是很白吧。谢谢宏达的追踪，晚安。主播是不是精神分裂？其实分裂很久了，比较想指定雅琴，雅拜到底是什么啊？我雅倩感觉晚上还会再见到一次，大家要在梦里见到我，而且会是好梦，是不是啊？Here we go！ 哎呀，是米娜桑。我小倩晚上还能不能加下一次 ？CP 值超高，你还愿意吗？那个是谁啊？那个小六，我们回家吧。我们回家吧，是这样子的吗？十八岁，可是雅思的话就会比较近啊。那你要跟雅思聊什么呢？之前梦到，是不是遇着？真的吗？那查查，从今以后我就把你当慈姑观音拜了。OK， 怎么比哦 ？OK， 我们回家吧。那个，小六知道这个是什么梗吗？啊，乐婷，你东购，立麦账。有啦，我有看到是 OK 哦。对啊，主题曲耶，你们这么想听吗？可以给你们听，但是不要唱。他在哪里？好好欣赏一下 ，always 被点播的 Hyper 龙。乐婷，我喜欢你啊！不要理那个升级器，你是我的，快，我要宣布主权了。乐婷是我家的，他是我家的马尔基斯。乐婷照好几次了，好不？哦，我想也是。他总是在各台多柳留情，明明就说不能一夫多妻的。好过分！麦当劳欢乐颂，麦当劳欢乐颂。没有，我刚刚只有来这里哦，是吗？真的吗？你要怎么证明？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，这个剧情，我负责海阔天空。对，我也觉得彩彩要帮我负责海阔天空，我没办法。坎坷的运命，别人来离分开，这款的心酸，这款的苦楚，谁人来体谅？我亲像海波浪，浮沉在你心内，我夜夜的等待，等你来团圆。大声叫，不愿甲你来分开。大声叫，我的故乡，我爱你。若分开，已经不知何时何地才会当甲你来相逢。Hello， 吉川敏，为什么叫马尔济斯吗？因为啊。乐婷刚进来在选拔的时候就头发短短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没有很长。谢谢 NK 的麦克风。等一下，礼物等我一下，让我解释一下。
然后他那个时候头发大概到这里吧，就是也没有很长，然后他都绑双马尾。可是你们知道马尔济斯通常主人有的时候都会帮他绑那个吗？可能是我的刻板印象，就是马尔济斯头上都会绑那个粉红色的小啾啾，就是粉红色的蝴蝶结，然后蝴蝶结，而且马尔济斯的耳朵是两边嘛，然后都垂垂的，又要长不长，要短不短，刚好就是感觉像瑞婷那个长度，我就觉得天哪！而且这个孩子笑起来就很甜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马尔济斯就是奶奶的小狗，然后就是声音很高，然后又很嗨，然后可是瑞婷其实他私底下也是一个，他不用私底下，在你们面前应该也是蛮嗨的一个孩子吧，所以我就觉得天啊，这个人该不会就是我寻寻觅觅终于找到的马尔济斯吗？好，其实我没有寻寻觅觅，但就是像马尔济斯一样可爱就对了，然后又白白的，对不对？超可以想象。免甲你来分开，大声叫我故乡，我爱你。若分开，已经不知何时何地才会当来相逢。我不仅喝肥宅神仙水，怕爆肥宅神仙水。谢谢 DJ One 的阳光 ，DJ One 的阳光跟 DJ One 的阳光，还有阿伟伟，阿伟伟的看好你哦，看好你哦。还有，谢谢阿浩哥刚刚刷的阳光哥方兆旭的掌声鼓励，谢谢你，初次见面你好，谢谢妻儿的掌声鼓励。兆旭还在吗？兆旭知道我是谁吗？莱克你怎么可以跑掉又进来？七头人我不晓啦，咖喱来说，晚上好，最见先。柯基、马尔济斯、蝴蝶犬，对啊，这团这整个就是宠物团，丢丢当啊！这团好多狗狗，也有猫咪，雨喵雨喵，哎，猫咪还有谁啊？尼克粉丝香港仔仔晚安，当然知道啊，真的吗？那我还是要再来介绍一下，雷猴啊！啊，谢谢谢谢那个面场警卫的炼金蜜呀！哟呼，伊拉香莫塞，苏巴诺苏巴拉德斯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荞麦的荞麦的荞麦屋，我是荞麦荞麦面店的老板，对，我是店长，我是店长苏巴拉德斯。我的是 AKB48 TP の研究生です。我的是大吉娃 AKB48 の姉妹 group。インタイペイ、はい、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ここは私のインスタです。ヘイ、頑張ります。ハロー、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。我是 AKB48 的研究生蔡小恩，蔡小恩，然后昵称是因为太喜欢吃荞麦面了，所以意外变成荞麦面，现在大家都喊面面或 Soba 的荞麦面。我到底是荞麦面还是荞麦面啊？怎么办？对，然后我还有什么要介绍的吗？刚刚的 IG 怎么办？自我介绍熟练到一个程度之后就开始忘记了。嗨，这里是我的 Chunana 底下 AKB48TTP。 自我介绍逐渐雅思吗？雅思才不长这样。大家好，我是彩恩。我没有傲娇，我才没有傲娇呢，彩彩。大家好，彩恩。嗯，第一歌我会晓的无？我还有什么啊？梦中的情话，我袂当哦。我知道了。我妈妈开始唱喽。为什么大家都很老哎？你们都喜欢一些老歌。乐婷，你不准跑！啊，可是给啊，我的音就不准了。你才老，妈妈面才20岁，你才老。你说谁呢？
你的手，我甲你牵条条，因为我是你的骄傲。阮将青春嫁伫恁家，阮对少年是对你对甲老，人情世事已经看透透。有啥人比你较重要？阮的一生献乎恁了，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。等待返去的时阵若到，我会让你先走，因为我会不甘放你。我们有机会发展成这样子吗？谢谢波汉，谢谢 DJ One， 谢谢紫飞鱼，谢谢萨格，谢谢企鹅，谢谢亚麻日布的星之冠。我有看到，但我刚没有摆 pose 哎，怎么办？笑死我，不知道。跟着合唱，自己被感动，自己被自己感动吗？谢谢 Magic Sky 的 Love， 谢谢 Alaco， 谢谢棒奖。谢谢紫飞鱼，小栗子，什么什么这么顺吗？可以这么顺吗？啊，但是我袂晓讲台语的一个修改，完全没有办法哦。我大家好，我是蔡阿云，我是 AKB48。哦，吉哇该小，吉哥修改是日文哦，吉哇该小，无认同的台语，吉哥修改，哎，我讲台语，讲一点嘛，就会劝止你哄的，哇，谢谢他哥。可是我很认真的在我也晓得台语哥哥是哥哥吗？是哥哥，哥哥，塔瓦怎么发？好，哥哥，感谢你，我就介意你的。难道要怎拍？原来是这样子吗？袂当啦，你来找我，袂当跟我讲台语，嘛袂当跟我讲粤语的台语，我没有办法。谢谢嘉阳。恁哪会安尼啦？莫阁笑我的台语好吧？我足认真的，我是足故意的人。我每次打牌都很认真哦。欧吉桑，啊，台语的欧吉桑嘛是欧吉桑吗 ？Hello， 晚安是讲，晚安是啥？讲动话，甲你差不多，我嘛是晚安哦。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蔡阿芬。没有，小时候在家不是听到那什么"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李丢叉叉叉"吗？晚安，手华哥，好久不见。无啥，无你的前辈袂晓哦。啊嗨，我是蔡阿芬哦，唔是亚芬。啊，这台语我觉得不行啊。罗君晚安。面面今天没继续画头像，大概倒数的时候会开始画吧，因为对我倒数再开始画，上一次答应好的啊。楚巴萨听不懂台语对不对？晚安手哈哥，真的好久不见了，你怎么这么久没来看我？
我很难过哎，要当啊？哦，可是不可以啊？不可以每次都只有紫萱观台之后才来看我啊，这样会很难过，真的会很难过。我得去吹栗子，我要去吹我的啥人？我的安娜达，连我的台语。QQ 放 QQ 对了，好难过，怎么办？感觉手滑哥都，好久没有来看我了，不知道下一次握手会他会不会来呢？你说呢？然后现在又不一定能很常看到你们，可是他连直播都不来了哟，那怎么办？他看到我的时间就不多了，可是他连直播都不来，怎么办？啊！爱你，瑞婷。跑给他看晚安，谢谢玉峰，谢谢桃花哥，谢谢流星的萌麦灯，谢谢嘉阳的 I love you， 棒 QQ， 不说了，眼泪是珍珠，哭了会变猪，没关系，本来就是猪了。We were beside the moon。好了，没事。一回来就看到难过雅恩，因为我现在在咧唱调，所以我咧酝酿一个尴尬。卖笑死啦！等一下又要炸，变猪会被抓去杀掉。对啊，你们不能吃太多，那是你们不能吃太多。下川里美吗？什么？面面唱台语歌就好，唱讲台语我也觉得。落雨声我袂晓的。啊、哦，我有看到。到阁有啥物？阁有啥物台语歌会当唱啊？守华哥，你常来就不会词穷了。你之前每次进来就是问说直播在干嘛，然后都一下下就跑掉了。我明明就有跟你打招呼，明明就有看到你。海婆龙已经唱完了，奶头君，真的、哦、真的，我很认真的唱完海婆龙了。干了，这句大家分享，谢谢 Pokemaka 的为你守候，照咖喱的帮你，运动哇，好，所以拜拜。对啊，对外跳。歌词就唱，嗯，为什么？下手滑哥听好哦，我现在都是礼拜三晚上8点跟礼拜六晚上8点开始，你看你都没有在注意我，我要挖一个洞洞，然后把手滑哥埋进去。我掉你心花开，我的心花开，我的明暗暗，我的明暗暗。哎，真的有人第一次知道吗？晚安，爱死。心花开，我的心花开，我的。
版本的还是小晴版本的？哦，我是固定直播时间哦，礼拜三跟礼拜六晚上8点。哦，我知道礼拜三会跟子萱撞，就今天啊。子萱是7点开吗？面面开的时间刚刚好，都不会跟我推的其他人冲突，所以怀怀，他就是注定要你来看我。所以怀怀也常常来，谢谢怀怀。Writing's not that OK， 好，我接下来播什么？刚有人点什么？香蕉歌吗？但是香蕉歌我实在，香蕉歌实在不知道要唱什么啊。哪一个？子萱是7点半到8点半哦，对吼，所以，所以手滑哥是8点半才过来。可是礼拜六感觉手滑哥好像很忙。你的时间跟林杰撞啊？哎，很长吗？今天没有吧？今天林杰有来吗？我知道，我周六可以跟，真的吗？那说好了，打勾勾。約束ね。那，约好了。教主礼拜六有时会开啊，对。谢谢阿纯。确定只是思慕相对有心机，不见你会想你，自然群众找你啊。小豪哥，我要跟你讲，那个，你说，啊，3月14的时候，我不是说 IG 官方1周年吗？里面有写到我们是生命共同体，可是那句话我在直播的时候讲过了，而且那个时候是讲了一段对粉丝们的想法吧，代表手滑哥没有看回放，不知道耶。打来我都会接，爱情不是投入越快就可以收获更多，喜欢陪你送到家门，但不能请你喝咖啡。抓到了，对，抓到了。对，替你哭。哪天回放啊？要不要？这个要问一下大家。啊，晚安。是不是走错间？应该在隔壁间哦。啊，等一下，4000阳光可以入粉丝团，是大家都可以的，不对？哦，所以谢谢凤安妮。唱到那个有什么歌可以加在这句加这句话，全部看过一遍就知道啦。阿花，那就去全部补一遍吧。全部被你知道。哦，剩2分钟是小时半，谢谢。对耶，如果有冲上去的话，大家就可以领红包啦。大家右下角礼物盒看到了吗？点下去。待会9点这样就可以领阳光了。全部一遍哦，那可能会是无限夜的。那这样讲刚娃娃以为是的啊，右下角点下去，才不是右上角，右下角，哎，这是你们的右边吗？是吗？看一下哦。我这样子看是正的吗？诶，哦，那是这边。谢谢玉峰的水晶鞋，这边是吧？对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谢谢阿文文的爱心，咻，当，好，时间到了，9点了，耶，9点的大家晚安。右上角还有换成员看，不行，收起来，是这边，诶。这边是收起来，点下去，收起来，然后按这边，不可以按这边，不可以。谢谢玉峰，哎，
上次 IG 一周年有我吗？什么啊，流星？流星，我是说 Instagram 吗？流星有在认真追我的 IG 吗？有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下次握手会就握抱你哦，会生气哦，会生气。晚安，你心动，拜拜。哎，第一名了，右上角有很多选择奖，不是啊，不可以。像仓鼠吗？我们有个团员更像仓鼠啦，嘿嘿。仓鼠，耳朵会动。谢谢子阳的炼金秘药，谢谢欧文的阳光，谢谢 Hiroli 讲的枫叶，谢谢华华的看好你哦，看好你哦。然后 Hiroli 讲的枫叶，耶！哎，我们家乐婷是不是跑了？他跑票了啊！我记得他九点就要下，对不对？晚安，拜拜。什么呢？干嘛叫我？我想被握抱，不可以，要认真追 IG， 不可以。啊，还有什么嘞？这不是一部手机哦。好，他告诉我他不是一部手机。乐婷打球啊，我当球。乐婷还在吗？赵旭，欢迎回来。没追踪会被握抱，哎，不是没追踪，呵呵，不可以。涛哥过来我就握抱，这样吗？啊，乐婷去读书啊，他是认真的考生了，他也要上那个会考正常。谢谢曾家的阳光，玉成好久不见。玉成好久不见，怎么可能呢？我心中的棉花糖，甜蜜的梦想。哎，谢谢索华哥的，哦，谢谢索华哥的野外采集跟魔物讨伐。哎，我现在真的是坦克吗？现在真的是，我还有打野怪的嘞，真的有打撒泼的人了。不可以退追，今天看到十点哦。我也爱你啊，不行，玉成好几次都没有认真的从头追到尾的，不可以，那我不可以爱你。面面台我可以点两次追踪吗？不行啊，点两次的话可以点三次，要点基数哦，你可以点13579。MK 欢迎回来，会保持指尖跟指尖能碰到的距离，这样吗？哎，那个是什么？就是外星人跟外星人都是这样沟通的。我都有认真追 IG， 可以握抱我吗？查查都已经被官方截录下来了耶，当然很认真的握抱啊。不嫌太多对你说，哎，没有吧，按一下的话是追踪，按两下的话就是退追啊，所以应该是偶数是没追啊。原来你一个啊，不行，已经追踪了，按偶数。我已经追踪了，应该是点双数。对，已经追踪了，要点双数。轻轻贴近你的耳朵，情话永远不嫌太多，对你说，打开你的爱情手册，就在此刻，对你说了专属情歌，要记得。最近是刚好有事没办法追到最后吗？所以玉成最近比较忙吗？网络断掉了，哎，可是阿华怎么改了名字进来？刚刚不是这个啊。说你想做，哎，真的吗？之前杰星很喜欢唱这首歌吗？因为你有我，陪你看日落，陪你等雨过，陪你一起唱完最美爱的歌。
起啊、哦，所以原来阿豪是换号进来吗？谢谢，谢谢手滑哥跟56215656215621。学校最近有点活动吗？哇！手滑哥，如果下一次握手会没有来的话，如果这次握手会又像上次修罗场，但是没有选我的话，我就会魔物讨伐你哦，会讨伐你哦，真的哦，认真的哦，会把你像刚刚那样哦。路人晚安。爱情手册就在此刻，为你唱的专属情歌，要记得。今天晚上要住河里，你要下来了吗？可能会被熏死。嗯，恭喜柏林，我下次会努力的，谢谢你。会很努力的。嗯，说好了，我是你们的坦克，请大家继续为我当神炮吧，我会好好保护我的祭司们。退追握手会会握得更大力吗？不会，不会，绝对不会。哎，我发现刚刚手滑哥送的东西获得了迷之一体阿法，哎，那我是中了我们家张法法吗？我们中了法法，那我要当面面前面的 boss。 哎，你说黑山老妖之类的吗？说到黑山老妖就会想到这个，但我觉得大家应该没有看过。嗯，在哪里嘞？什么什么？加油，请握爆流星，谢谢。是流星都没有好好的在关注我，我会握爆他，生气的那种。什么生气气？感觉退追福利比较多的，怎么会这样啊？不行啦，退追我就不理你们了。如果有握手会的话，一定握10张，真的吗？可远观不可，可远观，也可近握手焉。可以握手，所以一定要来握手，不可只远观。气吞福利不多，没有气吞没有福利。真的，我发誓。哦，真的吗？那手滑哥会常来看我一点吗？我觉得最近好少看到你，虽然知道你上班比较晚，会比较累，可是，还是要来看一下嘛，看到睡着也好，一下下就好。不可以退追不好，不可以。能去握手会再考虑一下。阿薇薇说不一定能来，对不对？好吧，那，大公公约好了，下次要看到你哦。是呀，起来，喵，晚安，友谊。卡丘这次也会来吗？可是卡丘好像都要求要雅思出来，对不对？小鹏鹏晚安。手滑哥违反面边法的话，我会拘捕他的，那就拜托你了，生气气警官。我是你的朱迪警官。谢谢天与地的为你守候，希望可以成功抢到001吗？对耶，查查上次超厉害的，前面7张对不对？001到007，都是查查的。只能远观面面。风铃如果来台湾找我的话，就可以握手啦。师兄好巧啊，不巧，我在等你。谢谢好好分享。官方才给300张后，所以1021张吗？那，102张也可以的。是不是？姑姑一头啊！古城里，长桥下。
啊，不可以，祖巴萨真的太远了，我们隔了好大一个大气层。那是我帮他抢到的，我要送。我知道你心头抢到的。因为你心头那个时候还跟你那个你握的孩子们都合照了那个嘛，就是握手卷。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你心头有来换我。就成人一笑，心中已经怎难忘。说什么情深似海，我却不敢当。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，我心之所向。想和你游四方，赏晴雨的风光。想和你铺纸笔写余生的篇章。相遇离动分享，关情节都跌宕，我们不散场。飞鸿晚安，飞鸿飞鸿飞鸿，欢迎你来了。真的耶，九点多就来了，飞鸿辛苦了。怎么知道你不在台湾？因为。我会通灵吗？通灵少女，一笑倾城吗？我可以说面面可以减肥吗？可是其实我现在的体重跟一家一样。我会努力的，我会把脸再瘦一点。是不是脸太肥了？我的婴儿肥都没有消哎，怎么办？我远远的看就像拉牙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脸圆圆的，然后四肢像拉牙。我爸比妈咪都呛我像拉牙，过分！欠打，过分！就你了，你过分！你还说你女儿像拉牙？你才拉牙，你全家都拉牙。他不理我，可恶。面面，我会和你飘飘拳，要试试吗？和你飘飘拳好熟悉哦，可是我好像没有看过。我妈妈应该会知道和你飘飘拳怎么。他没有我嘞。狮子山吗？比我近。卡丘不一样，卡丘的骨头一定比我们重啊，真的很近。玉彩，最喜欢玉彩了。你不是他们家的吗？那个好像是。全家，发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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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。我才不来呀、我不来呀、啊！啊，对啦，唐舞飘飘全是唐伯虎点秋香，都是神推。那个，谢谢彩茶，谢谢彩茶不停的释放那个。哎，你们知道啊？不行，这样讲好奇怪啊、哦！就是当自己不停的捧粉是自己的偶像的时候，那叫一直捧的时候，那叫彩虹屁。最喜欢当会那个会，怎么讲都好奇怪。谢谢飞鸿，谢谢嘉宏，谢谢飞鸿，谢谢嘉宏。所以你们是整团都看得见我那篇 IG 哦？为什么会的？会去查水表的就会看得到。这首是樱花妆的啊，我比较喜欢另外一首。来呀，世家量体重的时候，杰星坐在我肩膀上，是这里吗？如果杰星坐上来，大概就不止那个公斤数了啦。要去做什么？7:11啦！啊，好像该来画画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想放另外一个，有没有另外小樱花？是这首，等一下哦，樱花妆的另外一首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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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，不是，让我找一下，
是上一次答应的孩子们都有干吗？这是在指控姐姐的体重。不吗？基本上啊，偶像们的体重加起来一定是天文数字嘛，是不能让你们知道的。这首是 ED， 这首是 ED， 那个 Death of Dash。好险，我都已经去练书了，不然待会被抢。不会，我会唱他拉牙。啊，上一次有骷髅、阿春、桃花哥、班长，大家有什么要求吗？班长还在吗？班长，给我请求。啊，莱克，不要，莱克才刚回来，他刚刚又跑去其他地方，我看到了。班长的话，班长是推小迪、小琴、品涵、米娜、思雅。杰尼龟，然后还有什么？小迪、米娜、小琴，对不对？等等，什么？小青、品涵、把品涵化妆妆用的画哈利波特哦。围巾怎么画啊？我怕画起来会很好笑，感觉就很好笑。不行！嗯，我还看到冲天跑的围巾耶。还有什么？又是家教，又是武器种族传说。哦，不是这个。啊，这个好了。哇，他快没水了耶！天哪。
然后还有谁？我还要结合那个面面，对不对？好粗哦，面面画在这里好粗哦。杰尼龟脚应该，杰尼龟你的脚，杰尼龟你的脚有一点奇怪，啊，相信大家不介意。这样，好，啊嗯，啊那个方向。等一下哦，他的眉头一边没有出来，我要跟你们解释为什么了啊！你的眉头要好好出来啊，金坤。他眼睛出了一点事，对。好了，我要解释喽。刚刚有说有小琴。有品涵，有小迪，那你知道为什么杰尼龟脸会变这样吗？因为他推米娜。然后这边是忍者围巾，这边反而诗雅，然后这边是很粗很粗的收把君的衣服，收把君，可爱吧？真的吗？这首是家教的耶，大家都有看家教吗？你好晚安。方丈的脸颊也圆圆的吗？这么个，我们这里我们面工厂的吉祥物叫瘦把滚，瘦把滚是这样子啊，真的没水了怎么办？那我接下来的画作要怎么办呢？瘦把滚，呀，谢谢方丈。啊，云秋学长，没看玩音游啊？玩音游吗？可是我没有玩他们的音游，就是咖喱面包超人吧？是不是很新颖吧？刚刚不小心讲的，没有 ，Mina 非常自豪她的嘴边肉，她对于她的嘴边肉可是非常喜爱有加呢。一个是谁？还有骷髅桃瓦哥，莱克不行，莱克不见了。你看，莱克在3秒钟内出来，我就画3、2、1。还有阿翔，哦，莱克在呀，吼吼，莱克在。所以还有骷髅莱克、阿翔、桃瓦哥、阿纯，哇、哦，怎么那么多？莱克的话。我印象最深刻的话，莱克是一棵树。哎，怎么都是树？不行，怎么办？这样，然后莱克推我、小迪、雨晴跟米娜，是吧？小迪跟雨晴跟米娜，飞机可以长嘴边肉吗？飞机好像不能长嘴边肉哎，让我想一下。感觉 Mina 什么都用嘴边露的话，就太打击他了。让我想梗。不行，要听个音乐才能想梗。音乐。直到世界的尽头，可是这一部我没有看完。嗯。我刚有看到有人丢礼物，但是对不起，我等我一下哦，我画完就快没睡了，糟糕。
顺。天哪，这可怎么办？出现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。没水了，没水了，不行，怎么办呢？冲完了，然后飞机。哦，我不能讲出来，这样就知道，这样你们就知道梗了。嗯，我从来就没有在外面认真看过飞机，我在上面，我怎么看到？他会不会被我画得很像鸡翅膀呢？然后这样，怎么了？哦。这个不能吧？这个擦得掉吗？这擦不掉了，这是奇异笔耶，笑死！差一点就要把整个白板毁了。然后，哎，等等。那个小迪雨晴，我 Mina， 啊好，我知道我拿谁来下手。然后这个是莱克，好，哈哈，我要来解释了，我要来解释了，那个大家知道那个吗？就是，哎，那个故事是什么啊？就是小乌龟把你载到那个海龟把你载到龙殿里的，不是龙殿，那叫什么殿？那个什么殿啊？有一个故事，就是，哎，我忘记那个故事，对，浦岛太郎的故事。然后你的牙可以化成滴滴吗？就是叫你不可以做滴滴啊。对，游龙宫，然后。所以小宝滚今天跟着浦岛太郎的那个神使小乌龟要一起去游龙宫了，然后今天的是 Mina 小宝贝儿，然后因为是 Mina 的关系，所以有小仓鼠的牙齿，然后再加上这算是飞机坠毁了吗？就是反正就是插在面里，今天的筷子是飞机撞的呢。筷子外面不是都会有套子吗？完美吧？才不是菠萝面包。对啊，吃土今天被塞不下了啦。他们是要去看浦岛太郎哎，还带着那个纪念碑吗？是不是？好，然后接下来还有
塔瓦哥跟骷髅跟阿翔跟阿纯。好，那个骷髅的话，骷髅的话就只能往可以往哪里想呢？Morisoba 面包，Morisoba， 好好，我想一下。我们的喇叭要出事了，吓得我双下巴都要出来了呢。产出速度很慢呢。然后，豆皮应该怎么画呢？豆皮。黑色上不去。空间位置，这颗爱心看起来很像紧箍咒，很像紧箍咒的爱心。其他比盖上，我是疯了吗？哥，骷髅没有水啊，没有水了，骷髅。呀，啊，翅膀是不是错开，颜色错过了？呀，能了解它是什么吗？没水的骷髅。这样，因为骷髅是黑色，但是我的笔没有办法弄出黑色的样子，而且如果涂黑的话，感觉应该会很像 OLED， 所以呢，通常骷髅有的时候会想到阿库玛，就很可爱的小恶魔，骷髅小恶魔，所以它是恶魔的小翅膀，再加上恶魔九九，再加上它是一只吃豆皮的柯基，对，可是呢。
心有所属咯，这是手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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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不是？这个可以吗？这个，哦，可以哦，它是白板了，有了有了，我说不定有笔可以画咯。小恶魔柯基，小恶魔柯基想着手把滚，耶、yeah, ，好，赞赞，赞赞，我解决了，我解决可爱的骷髅，不是解决掉它。一本文晚安。手把，这是手把还是手把？是手把，是手把，这个手把。是手把，不是手把滚。他想的是我。好，哎呀，爱打嗝。他看起来很有水。还有，来客画完了，哭了。还有那个阿纯跟桃儿哥跟阿翔，阿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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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翔你，阿翔你，你有指定想要什么吗？香菜跟面面跟双子。不是你心动，是你心动。还能画几位啊？这是上一次已经约好的，有阿纯，然后海上塔，还有阿纯、桃瓦哥哥。啊，可是桃瓦哥今天好像比较忙。然后桃瓦哥哥跟阿翔。晚安，萌萌，萌诶，萌诶，萌诶讲。我想一下哦。让我想一下，双子这个设定呢，就可是会变很脏，可以给我，可以送一张卫生纸给我吗？好像太长了。谢谢。没关系，这样。双子，然后，
好像播完了，等一下哦，快结束了，快结束了。想啊，沾到手了。嘿嘿，啊，全部都是手印，怎么办？沾到外面了，它沾到外面就擦不掉了。没有办法，绿笔写不出来了。那个不是写在白板上的啦，是吗？那也在我这里，可是，哎呦，好，我好了，Team TP no Thank you and this， 我是 AKB48 Team TP 的研究生，是 AKB48 AKB48 在台湾的姐妹团。这里，昨天出了点事，这次是手机跳楼了。好，对，没音乐了。这个时候就，有 Best Friend 呢 ，Change the World， Last Song， 悲情的。很悲情的歌，这样。史蒂夫和女巫都是用樱桃柔。你别再出来了。不，这个。好，我要解释了，对，我们也是 AKB48 系的。好，那我解释一下哦，这个，因为阿翔喜欢。阿翔喜欢的是双子跟我还有阿潘，所以呢这是双子，应该看得出来吧，我们帅气的，谢谢林家军爱冒险的新之冠耶。我要带到新之冠不见。好，然后这个呢，就是那个忍者不是都好面罩吗，然后就是头上用奇怪的，那叫什么啊？那一把手里剑，手里剑跟那个刀子做的小法式，还有什么？哦，苦无，对，这一只是苦无，然后这个是手里剑，然后，因为你们知道，看到那个忍者就会想到之前不是有那个砍水果的吗？那个游戏，所以多了一点水果。那个游戏叫什么？我已经忘记，水果忍者吗？对。然后啊，晚安，欢迎巴黎。然后这个因为面面嘛，然后他喜欢吃香菜，所以很帅气的面嘴巴上是香菜，用香菜遮嘴，很艺术吧。这个上面的筷子就变成了手里剑，然后这边有阿翔的名字，然后哒就这样。苦跟那个手里剑插在头上很痛吗？旁边的胡须是优鲁鲁吗？很帅气的在吃个香菜呢。好，什么好？我已经擦不掉了。擦不掉。
擦，他用香水就好。那么，那没关系，我用白纸画。白纸，哟呵。白纸不出来。事故难免的事，绝对不是难免的事。好，接下来是阿蠢跟浩尔哥。阿蠢的话，不知不觉我今天真的画得很慢呢。是什么来着？这样吗？刚刚身为下半身废的我，居然开始画下半身了，这是认真的吗？果然还是不要画下半身比较好。小熊维尼的那个叫什么啊？蜂蜜。
哦，擦掉了耶。然后蜂蜜，所以我就想到小熊维尼。可是今天因为我塞不下了，所以他头上长了手把，然后这边是没有手把了，裤子上在我面，这是我们阿策啊，晚上好对啊。可是这样子他是不是就不能随便的换大头贴了？因为会被禁哦。我知道上庭，跑不出啊！上庭换了耶，怎么办？这样子会被禁？那我再想一个吗？那我再想想，再想想。然后啊，还剩他耳钩，怎么办？维尼真的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。那。我下次再来画新的阿纯。那个，乐婷欢迎光临。你看小熊维尼。啊，好，那个什么，啊，陶尔根。没关系，我不需要他。就让他在地上沉思吧。乐婷晚安。好，我想一下，桃花哥是栗子，这是个桌子，这次的栗子不能失手是吧？这次的栗子不能失手了。看中的栗子一点帮助都没有，看着中的栗子也画不出来栗子啊。我要怎么取经呢？好，让我想。啊，我知道今天少了什么。今天少了，我歌还没有播完。啊，可不可以给我嗨嗨嗨一点的？嗨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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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劝的啊，好吧。他只出来劝起了我。我要看着你画。我问一下笔嘞。怎么办？好，让我想想。
你们科普一下，原来浣熊念的不是浣熊哦，你们知道浣熊念什么吗？哎哎，我觉得画在纸上都很失败，可是哦，你为什么啊？好，那所以我要承认现在不画，不然它会被禁，它会被 ban 掉。对了，这样子如果。让我把我的画作搬到大荧幕上。我今天是不是得了画什么都会没水的病啊？读书吗？有认真在读书吗？哎，九点半，好像之前乐婷都是九点半要走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今天也要十点了耶！啊，歪掉了！你怎么可以歪掉？你歪掉！哈哈，我结束了。一咻一咻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不行，我忘记把我自己画上去了。在这里，简而有力，一桶面，好，哒，这样，上面看得出来是什么吗？上面是塔哦。上面是一个塔，等，又没有音乐了，怎么都这样？给我一点点音乐好吗 ？Let's musical music. Oh no， 那就，好，这样。阿聪，我下次补你。他有个好可爱啊，我也要推。妈妈晚安。对，这是他的歌。哦，是你录的。好。哇，原谅我只刚手把手抬起来写字会歪歪的。有一点歪歪的。好的，这是我们的桃哥，跟你们介绍一下里面。对，这个是其实我原本是想要画成东京铁塔的，但是一个顺手它就有点
对，就是他吧，我想，嗯，他是红包哦，长得不像红包，然后这整个是本王，本王上面加红包，然后这是塔瓦哥的头像的小小浣熊，可是其实不是念碗哦，是念碗，所以应该是小浣熊吗？然后这个它其实原本应该是栗子啦，但是我决定不画底盘了，因为我觉得它画底盘会变桃花。然后这个啊，感谢塔瓦哥，赞叹塔瓦哥，塔瓦哥媳妇的媳妇的。桃花哥了，点下去，点下去就对了。对，应该是不会看到桃花哥。好，上庭我等你。上礼拜我三头面是为什么？三头面是精髓。谢谢阿川，谢谢萨哥，谢谢天真万。差点破百佛也，可恶，剩一点点了说。看到什么吗？谢谢博汉。啊，国父晚安。哈，怎么办？三头面你不喜欢吗？可是我觉得超像你的耶，超像你的头贴的耶。好吧，那好，我记得下一次我要帮阿纯补画，因为他的在纸上颜色实在不好看。你们看，这是第一 part 跟第二 part， 是不是还是有差的嘞？晚安，我的纸。我的还有氪金氪到被剁手，你说在地板上的那个手吗？明明就是麦麦的手套。慧香晚安，上庭超喜欢吗？其实上庭下面那颗栗子，我一直被吐槽到现在，好过分。晚安，哈哈，哈哈，大家好惨。好了，那我今天的画博单元结束了。珍贵的史料手稿啊！下一次有那个，可以帮阿华他画吗？可是阿华上一次为什么会只有来一次，而且阿华没有推我？那阿华你可以推我吗？阿华如果下次多来几次有推我的话，阿华可以让我收服你吗？真的滴滴当起来不是吧？阿华阿华阿华，虽然生气气这么滴滴，可是他那天也有来找我，而且虽然他马上就去我旁边的易云了，但是我还是会记得他的啦。所以下一次你也可以多来几次吗？好不好嘛？啊，可是如果面放在宝贝酒里太久就烂掉不好吃了，除非你加了。怎么办？我也想问一语。好吗？就变成酱油口味的小字嘛，不好吗？不好吗？不好吗？酱油口味的宝贝球。好不好？这个可以发明冰箱吗？韩哲理怎么可以不好啊？再跟韩哲理郑重的介绍一次，你好，我是 AKB48 在台湾的姐妹团 AKB48 Team TP 的研究生蔡雅恩，然后因为很喜欢吃荞麦面的关系，所以我的昵称是荞麦面。对，奈奈的奈就是日本常看那个娜娜的字，然后现在的团员都叫我面面或 soba 就是日本的荞麦面的意思。然后目前大家都会在 Long Life 里活动，那预计今天已经公布了我们二单的选拔生，应该很快就会出现二单咯。那我们的一单叫做勇往直前，如果你有想要花一点点时间认识我们的话，欢迎在 YouTube 上面搜寻勇往直前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MV 咯。
很漂亮很漂亮，是在阿里山拍的哦。嗯，然后对，希望未来你也可以常常来看我们，好吗？怎么挖矿给你跳？不跳吗？一只脚都踏入坑里了，然后生气气还帮你挖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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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了，跳吧！被子，嘿嘿嘿嘿，我是团里最好的那个吗？嘿嘿嘿嘿嘿，你觉得呢？团员们都等着你们开发哦。没关系，虽然下一次二单没有我，但是，身为一个职业坦克，下次会拼尽全力的把应该什么把老师们都杀光光嘛。不我会努力扛下所有的攻击。红包都帮忙准备好了是吗？什么红包？噪音。面面 BYE 拜拜，吃土哥月考加油哦。加油加油加油，谢谢峰峰啊。不知道吃土哥有没有听到，虽然应该是离月考不远了。忐忑吗？你现在想听忐忑吗？没问题啊，怎么不好呢？忐忑曾经是我的手机铃声。好，今天看到几点？其实已经看到十点要结束了，所以好，那我们的钻石榜还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没有奖啊！啊，害得我好忐忑哦。好的，那就谢谢华华的麦克风。华华钻石升到61级了，那我们已经进入节目的尾声啦。飞鸿也要吗？好，那下次是阿纯跟飞鸿。谢谢阿华，阿纯跟飞鸿。啊，对不起，手机没电，对，平板没电，所以。此难相忘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进入钻石榜咯。字画投稿的怎么办？草达叔吗？草达叔，可是我要照着你的字画上画吗？就有点难，一定会歪掉，一定会歪掉。谢谢小鹏鹏，谢谢 Hiony 酱。好了，拍手段。
的喇叭真的是今天的第八名是我们的阿文文。阿文小姐，阿文小姐 please don't go。 好，今天的第七名是我们的职业流浪人。谢谢流浪人每个礼拜都会流浪到我的台，希望我这里可以成为你永远的家。好，今天的第六名是我们的拥有2000种念法的 NK。 谢谢 NK， 那个给你一个掌声。好，那今天的第五名呢，是我下一次绝对会把你画好的，下一次要补画我们，这样才不会被禁嘛，怎么办？这样好母汤哦，我们最可爱的蜂蜜酱油阿春。耶，谢谢阿春。那个对，下一次我得想想就不能用它了。好，那今天的第四名呢，是这个不太油，在下面。今天的第四名是我们的涛哥。耶，一个本丸跟一个栗子，再加一个松柏棍跟小浣熊，就成了一个桃儿哥。耶，谢谢桃儿哥成了今天的第四名，还有谢谢桃儿哥今天的红包。好，今天的第三名是我们的玉峰。耶啊，可是玉峰都没有要求要被画，哎，这样有一点点不好意思。玉峰有想要被我毁灭吗？好，今天的第二名是我们的手滑哥还在吗？对不起，刚刚好像把手滑哥吓到了，怎么办？今天的还在吗？今天的第二名是我们的手滑哥。好耶，谢谢手滑哥，虽然我也没有画到手滑哥，后面他可能也还没有搞清楚我们在做什么啊。希望手，哎，不对，手滑哥上刚刚有讲说要回去补档嘛，说要回去补档好像是阿华，哎，怎么办？总之手滑哥今天也辛苦了，因为刚看了那个紫萱的，然后再来接我的，然后哦，现在在阿潘台吗？等等，都没有，嗨一点的歌吗？哎，真的都没有嗨一点的歌，哎，好吧，这个。好，那今天的第一名是，今天的第一名是我们的王小亮。不是三次吗？哇！因为我听着音乐，我就会乱掉，糟糕！爸爸很气哦，他不够嗨啦！把《The Sky》又推荐了，当。好，我记着，我待会去听听看，但感觉就是播起来又会令人惊吓的歌。好像是这样跳吧。辛苦了，对，好，今天现在已经是10:16了，那又当然要睡觉的时间了。让我耶、yeah! 好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哦，下个礼拜再就是阿虫跟飞鸿的绘画台，大家晚安，谢谢灰灰，撒由那拉，应该你后面，谢谢小
小朋友们很多掌声鼓励跟塔尔哥的炼金秘药，还有小朋友们掌声鼓励跟伊欧比酱的掌声鼓励，地球万的掌声鼓励，还有塔尔哥的掌声鼓励。好啦，拜拜，国父晚安。虽然国父刚进来。